能打败麻辣烫的就只有麻辣拌，那能打败麻辣拌的呢？麻辣拌我最喜欢的就是喜欢什么加什么。唯一的关键就是这个调料，芝麻酱一定要多加一点。鸡肉切成像我这样的厚片，加点红茶和果糖一起煮开，把杯冰块打底。竹伞的果肉可是灵魂哦。宽粉上裹满了浓郁厚重的酱汁，一口接着一口，完全停不下来。再来一杯喝得到果肉的柚子红茶。我可真的是一口都不想放过，你要不要来一点？